金社区开一家 Family Mart 全家，刚才开一家那个统一超商而已，一间 Seven Eleven， 现在要开一家全家，哇，这开好快哦，差一个礼拜而已就开起来了，好快哦，像是在竞赛一样，好热闹，现在买东西真的很方便，这个都24小时营业的，全年无休啊，好漂亮的大楼啊，我们看到好漂亮，好漂亮的大楼，站了。